Guys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I'm Benny Belcher. 哈，那么本期视频呢是一支与阿玛尼的合作视频。如果你不喜欢这整支视频都是一个品牌广告的视频的话，那就点右上角的叉叉出去，或者是看一下我其他的小小的 C 广告的视频。OK，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，请大家多发弹幕、多评论、多关注、多收藏、多投票，一键三连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麻烦关注我的新浪微博、我的 Instagram， 学一学。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吧。好的，第一步呢，我们要先把我的半张脸的妆容卸光，对。让你们看看在这副面具之下的真正皮囊是什么样子的。好了，我已经卸完半张脸了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半张脸肌肤的状况，真实状况是什么样子的，一些小瑕疵倒还好了。然后再看一下这半张脸，看一下明显的分界线，我拉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妆用到的底妆呢是阿玛尼的这一款全力粉底液，小小一瓶，两大科技，有一瓶在手，万物皆可遮。现在我们把整个妆全部卸掉，重新画一遍哦。古娜拉阿玛尼之神，呜呼啦呼拉远。首先呢，我们先让一个妆前乳，我需要这种比较润润的妆前乳，让自己的这个混干皮肤完全都可以适应这一款粉底液。妆前乳涂完之后呢，我们来拿出阿玛尼的这一款全力粉底液。我用的呢是 3.5 号色，偏自然的一个颜色，希望你们对自己的皮肤有一点点正常的认知。我们呢来把粉底液点涂在脸上。OK， 你取出一支海绵蛋，将我们的粉底液推开。这个粉底液呢上色非常的好，大家应该能看得到。这一块，这里如果不明显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上面。对，那这一款粉底液呢，是用了阿玛尼他们家两种独特的科技，这两种科技分别叫做溶萃粉妆科技和双重质地转换科技。哇哦，光是听一听就觉得很厉害的样子了。来看一下两边脸的对比。这个溶萃粉妆科技啊，可以让底妆跟我们的皮肤完美融合，据说是就可以达到持妆16个小时，非常的厉害。那这种效果也不是说做到就能做到的，他们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呢，用了3种不同的精油，把它们融合在一起进行调配。半挥发性的精油呢，可以将这种显色威力停留在我们肌肤的表面，提供一个最佳的一个显色效果啊。而不挥发性的呢，可以为我们带来非常完美的上妆体验。你最有挥发性的精油主要是让这个粉底液跟我们的皮肤完美贴合，带来超强持妆体验，且不会有任何的油腻感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只上了一层的样子，这个遮瑕度，其实它不是那种遮瑕的方式去将我们的瑕疵掩盖掉，它是显色，你们能理解吗？普通的粉底液呢是以厚制胜的，它呢是颜色明显，在这个粉底液当中呢是添加超强显色威力的。双重质地转换科技呢，就是让这个显色威力在接触到我们皮肤的瞬间，啪就粘在我们的脸上，才有了我们视觉上的强遮瑕的效果。而且这个粉底液不怎么容易脱妆，再加上你没有发现我没有定妆吗？但是我的脸没有那种刚刚上粉底液亮亮的感觉，它是很自然，甚至偏近有一点点光子哑光光泽肌。然后呢，我要定个妆啊。我们之前常说，就是很少有这种又轻薄又遮瑕的底妆，但是呢，又发现一款，其实它都可以不定妆。这个粉底液上脸之后，它很贴脸。你看我把这边脸的妆定完，这半张脸。其实两边差距并不大，我觉得如果脸上有瑕疵小可爱啊，想要那种轻薄妆感又想要高遮瑕的话，这一款粉底液非常建议入手。不是因为我收钱闭眼吹啊，你们自己可以看嘛，你们看得到吗？它就是很自然又很遮瑕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一点都不厚重，脸上没有什么负担感。而且我之前担心就我的皮肤用了它之后可能会有一点点干，因为它是比较偏向于混油或者油皮的嘛。完全不会耶，你之前上一个稍微滋润一点点的妆前乳，这个粉底液上完脸之后就是很 OK 的一个状态，不会有任何脸上有不舒服的感觉。 OK， 现在我们把眼妆、眉毛、高光、修容全部都画上。你最后一步入魂一发，我们要点一颗痣。
先在这里吧。OK， 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哦。如果你喜欢视频，请什么都发弹幕、多评论、多关注、多收藏、多投币哦。如果的话，包括我 Instagram 还有我的新浪微博，谢谢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呀。